这上面写着你那位夫君帮着谢维跟燕姐勾结金陵，多年以来以权谋私，谋反叛国。你在这上面画个押，再跟我到刑部去做个证，我马上还你自由，行吗？作证就还得再辛苦你一二。都别过来。周隐之，凤仪，你先放了他，一切都好说。谢少师的护卫武艺如何，我还是有所耳闻的。放了他，我恐怕就是个死人了吧。我可以不杀你，放开他。这种时候我谁也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我只是想活着，都别逼我，快让开。方爷，让开，放开他。你别冲动。站住！别过来！最后还是没能拦住周隐之，我不想让他那样的人逃了。不要说话了，方英，你会没事的，你不能死。方英，你不许死。姑娘别哭，若不是当初你救了我，我早就死在伯父的湖中了。我是你救了我，从前是，现在也是，只有你一直陪着我，你就是最好的人。比那个人还好吗？